蟑螂蟑螂啊，那些都是坏的啊。摘完这些头水，你站的多深，辛辛苦苦，劳我的劳我，这我最喜欢摘完。这个摘完这些头水，我不平衡了，天天早上上班。现在这基本这些都是重点的，啊，你再来看这家也困难的呢。咱们也经常的都是这些，我重点的呢，都是这些啊，反正呢，长久，多久？然后还有我们，他们都是招聘的，哪几个？你们现在干啥的？台湾人本土，团结！台湾人不叫本土，团结！我先告。